燕公主，季伯，怎么不见皇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 夫君。 夫君，公母怎的好糊涂啊，竟然叫侄儿夫君。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。 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！站住！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！公主息怒！啊！怎么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！公主息怒！公主上干！公主！公主！公主！怎么回事？拜。 皇歇到底去哪里了？皇歇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皇歇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是日与舒儿在一起，皇歇走了，却追那皇歇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。 皇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子杰国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秦国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。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音哭闹交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，假如一定如此。 不嫁也罢了，舒儿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，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皇歇悔婚是小事，触情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。
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以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可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月许给黄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威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。 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淑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。 做娘的一片苦心，母后，母后，请放心，淑儿到了秦国，会善自珍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淑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 只是这一去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葵姑，我就揍他。小二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求得了，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